会现在正式开始。首先欢迎林永贞老师指导、蔡东光老师伴奏的国立文部青年馆清风合唱团，为我们带来三首好听的歌曲。第一首进场歌曲《水母图欢乐之歌》《西雅爸爸》，还有两首主题歌曲《快乐天堂》《快乐的出发》，请掌声欢迎。向着各位的这团光，我们走进来了。今天大家是这个志工大会的主角。接下来呢，由合唱团为大家献唱两首歌曲，两首非常快乐的歌曲。刚刚看到了是《快乐天堂》跟《快乐出发》。那这也是我们合唱团成立到现在已经完整的经历了四个年头，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快乐的作品。希望我们今年都快乐，明年都快乐，年年都快乐，开心。
开心的出游了，终于可以出国了，对不对？一起跟着我们的船去遨游四海，来。